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最近很喜欢吃番茄类的料理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道很简单的番茄鸡胸肉冻饭。煎的香香的鸡肉，裹上酸甜的番茄酱汁，好吃极了。准备一份鸡胸肉，大概350克，先把侧边的部分分切下来。喜欢吃鸡腿肉的朋友也可以用鸡腿肉。鸡胸肉像这样摆横的逆纹切成厚片，这样可以切断肉的长纤维，吃起来会很嫩哦。我们家都超喜欢吃这样的鸡胸肉料理。接下来用一点盐、糖、胡椒腌制一下鸡胸肉，充分的搓揉均匀，直到水分吸收进去为止。先把肉放到保鲜盒里面，我们先这样静置15分钟左右。夏天天气热，记得移到冰箱保存。准备3颗去皮的牛番茄，先切碎瓣，用一把小刀把番茄周围轻轻地割开一圈，这样呢番茄籽就会比较好挖出来。接着再用汤匙挖掉番茄籽，留下果肉。这个番茄籽呢等一下还有用，先不要丢。把番茄切成大块状，其实番茄不去皮也是可以的，我自己呢比较喜欢吃去皮的番茄，口感比较软。接着把小黄瓜去头去尾，从中间破瓣。如果你喜欢吃青椒的话，也可以替换成青椒。我会建议先把小黄瓜的籽挖掉，等一下煮的时候小黄瓜才不会水水的。小黄瓜的籽非常消水肿，千万不要浪费咯，赶紧的吃到肚子里。接着滚刀切成块，如果是青椒的话也是滚刀切成块状。这边2条小黄瓜大概200克左右，准备2-3瓣的蒜头，剁成蒜末。番茄籽的部分呢可以利用它当成酱汁的一部分，我们一样用刀剁碎，像这样剁成碎碎的，很快就能够熬制成酱汁使用。先集中起来，等等来调酱汁。2小匙的酱油，1大匙的清酒，1匙半的醋，1小匙的汤，1小匙的白胡椒粉，20克的白味增调味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酱汁就调好了。今天的材料超级简单，我写在资讯栏，有需要的朋友请自行取用。现在鸡肉也腌制好了，可以开始来煮咯。准备一点太白粉，在鸡胸肉表面轻轻地沾一下，然后拍掉多余的粉。沾一点太白粉可以预防鸡胸肉脱水，变得又干又柴。当然不喜欢的话也是可以省略的。都准备好了，马上就可以来煎咯。开中火热锅，等锅热了之后放入多一点的橄榄油，油热了之后再把鸡胸肉放上来煎，煎一面煎出焦香，再翻面。好，像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。鸡胸肉很快熟，不需要煎太久，另外一面稍微煎一下就好，避免煎过头了。现在把煎好的鸡胸肉先通通的取出来，暂时关火一下，锅里再补一点油，开中小火加热，放入蒜末、辣椒、爆香，轻轻的翻炒一下，慢慢的煎出蒜香。等闻到蒜香，就可以把酱汁通通的倒进来了。慢慢的把酱汁煮到浓稠，像这样啵啵啵的样子。大概煮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咯。接着把小黄瓜放进来，番茄丁也放进来，轻轻的跟酱汁混拌均匀。差不多酱汁跟蔬菜都融合了，就可以把刚刚的鸡胸肉放回来，细细的翻炒均匀。鸡胸肉已经是熟的，只要均匀的裹上酱汁就可以了。把1小撮胡椒提味，起锅前再淋上一点醋，增加香味。像这样拌一下，超级简单又开胃的番茄炒鸡胸肉就完成啦！哇，这个看起来有红有绿，超有食欲感。
这道菜呢非常适合配上白饭。把刚刚炒好的番茄鸡肉摆在热热的饭上，白饭沾到少许的酱汁，好吃极了。好啦，看得我肚子已经咕噜咕噜的叫了，那我要咕咚咯。哦，这个鸡胸肉超级滑嫩，吃起来一点都不柴，非常好吃，有点像鱼肉般细腻的口感。番茄酱汁中带有一点甜，一点酸，还有一点辣，超级开胃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